完毕，但中游河道蜿蜒曲折，宣泄能力不足，金江大地历次东冲西决，大兴洪患数百次侵袭，沿江沃土，心力出海，筑梦三峡，场景三峡设立枢纽，从最初的设想、勘察、论证，到正式批准开工建设，历经近80年。工程选址一城三斗坪，采用一机开发、一次进城、分期蓄水、连续移民的建设方案。一机工程实现大江截流，修筑导流林渠、临时船闸。二期工程修筑左岸大坝和电站泄水闸，完成双线木基船闸施工。三期工程将导流林渠封堵，临时船闸改为冲沙闸，修筑右岸大坝和电站。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开发场景的关键性骨干工程，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，具有防洪、发电、通航等巨大的综合效益。可是长江晋江段防洪标准提高至百年一遇，故为中下游沃野城池，年发电量900亿千瓦时，速抵4方千米之外，年通航规模。河水海防治进行总体部署，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。长江设计院承担编制了1958版、1992版、2002版长江流域综合规划，经国务院批准实施，成为治江事业蓝图和根本大计。60多年来，指导长江治理开发取得了丰硕成果，为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，长江三峡水利枢纽，是开发和治理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，具有防洪、发电、改善通航和调节水资源等巨大的综合效益。三峡双线五级船闸雄踞大坝总层，是世界上级数最多、总水头最高的内河船闸。